个人如果真正的爱神，你的人生会从灰色的变成彩色的。纵使人生有再多的不幸，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爱神爱神爱神，你的人生就会完完全全的改变，变成你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这样的美丽。在你生命中有一个目的，耶稣永远不会放弃你的，你是神所拣选的，你是上帝最美丽的创造。真正的你，圣经告诉我们是神创造的。因为爱耶稣，我愿意为耶稣而改变，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耶稣无条件的爱。
He loves. He loves us. Oh, how He loves us. Oh, how He loves us. Oh,